啊，你好。哦，不行，这批桑蚕丝绝对不能换掉。哦，这件事情在秋季订货会的时候一定要解决。嗯，好吧。喂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今天就安排去一趟杭州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咱们见面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再见啊。明天要去出差啊？三天就回来。随便你。前面红绿灯放我下来。你干嘛去啊？看电影。 你还看电影？你回去好好给我反省反省吧，看看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事儿。哎，你呀，就是日子过得太安逸了，一点危机感都没有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早晨5点钟就爬起来去训练了。我们队友之间都比着，生怕被比下去，看谁比谁去的早。哪像你们现在呀？行了行了，就你那点破事儿。 以前在省队打篮球，退役之后开了服装厂，白手起家没靠过任何人。我知道，你都说了10000遍了，我说了几万遍也是事实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今天连我们班在哪儿都不知道啊？我一直记得你们班是4楼啊。那是初中，我现在已经高中了。你学校都不是一个了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你从来没在乎我的事情。郝无意，我现在说你的问题啊，你少跟我打胡小叫。我有什么问题？ 大熊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给你的那张，你收到的是我给老高的，你看到里面的内容肯定是误会了。你能原谅我一次吗？我承认。 之前是有点生气，不过现在说开了就没事了。